在我们身边中，可能都会有朋友或者家人患上了抑郁症。其实患上抑郁症的人多也不足为奇。抑郁症在我国的发病率为 3% 到 5%， 女性多于男性，其终身患病的危险性女性为 12% 到 20%， 男性为 4% 到 12%， 终身患病率高达 17%。 中国是患上抑郁症最多的国家，而患上抑郁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压力过大，长时间得不到缓解，以至于让抑郁症趁虚而入。下面沈阳国防医院介绍一下，抑郁症是如今最为常见的精神类疾病，一般分为轻度、中度、重度这三个阶段，病情也是越来越严重。抑郁症患者起初可能只是会胡思想乱，常常出现失眠的状况，这可能是由于某些事件造成了心理上的阴影，由于长时间没得到解决，变成了中度，心里面也是更加灰暗，像是个傻子一样，不与人沟通交流。到了重度，一般就是有自杀倾向了，所以这种病需要早点治疗。这四种食物抑郁症不能吃：一、咖啡、可乐类似咖啡、茶、可乐类饮品不可摄取过多，尤其是在晚间临睡前，否则其内含咖啡因会招来失眠和头痛问题，而失眠是抑郁症的主要诱因之一。二、加工食品，它们几乎占据了会导致抑郁症的食物黑名单中的大部分，无论是高热量、高脂肪、高胆固醇类的油炸食品，还是腌制的各类半成品，其所含营养结构单一，即使如此还被加工损耗了相当一部分，营养缺乏也会诱发抑郁症。三、脂肪食物，猪肉或油炸食物，例如汉堡、薯条，会导致行动缓慢，思考迟钝及疲劳。四、刺激食物，忌食过量辛辣、烟酒、曲类等有刺激性食物，因引发失眠的病因较多，所以患者应按自己的体质有选择的选用适合自己的食物。在我们生活中要经常保持心情愉悦，正常睡眠，如果有心事一定要学会倾诉，不要憋在心里，可以适当的发泄，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要学会减压，注意饮食等。